伴随着婚礼主题曲，羽泉一身黑色西装手挽手出现在了红地毯上，一场别具一格的水晶婚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。今年是羽泉这对国民组合喜结连理的第十五个年头，5月4日的上海演唱会也将是他们15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。虽然这一路走来分手传闻不断，不过当天的这场仪式也算是见证了他们将会继续在一起的决心。为了纪念这场特别的庆典，粉丝们还特别送上结婚证书和礼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羽泉的圈中好友也送上了新婚祝福，特别是陈羽凡的妻子白百合，一段充满醋味的告白让现场爆笑声一片。听说你们在不清不楚的相处了15年以后，今天终于要办一个圆礼了是吧？完全忽略我的存在。祝你俩幸福啊，然后祝你俩5月4日的演唱会那个圆满成功，然后票子卖到爆棚，反正跟我都没什么关系。看来这对好哥们儿的感情自然毋庸置疑。虽然这场水晶婚只是个形式，不过羽泉也在采访时特别强调了，大家只是在音乐上志同道合。重要的是，我觉得无论穿不穿婚纱，或者无论有没有仪式，两个人如果真心相爱的话，只要心里边有那个誓言，心里边有那种责任，对、啊，就是最重要的。这个真心相爱指的是爱音乐哈。你们感情那么好，白百合会吃醋吗？我们爱的是音乐，对，然后当然也爱彼此。但是这种爱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最近《我是歌手》节目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其中羽泉又当主持人又是献歌，丰富的才华让不少观众刮目相看，因此有关两人出场费水涨船高的说法也甚嚣尘上。对此羽泉幽默地调侃了一番出场费，更直言版权费才是他们最看重的。我们现在出场费是8000万，然后没有人接。对，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关注太多也没有意义，因为市场决定定价，而且翻几十番，我觉得可能相对于可能就是几个黑马类型的人物，而且很正常，因为市场需要。对羽泉来讲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对，而且我们作为创作人来讲，那个演出费多少钱不重要，先把我那仅有的版权费给我就行。